现在豆腐怎么好像比较硬？太冷吧。我比较喜欢吃板豆，我不喜欢吃那个。很多人都说喜欢吃板豆。但是板豆腐不是。板豆腐比较硬，而且板豆腐比较营养。你不要去买那个。板豆腐要手工是不是？它比较营养。他说板豆腐比较营养。